各位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认识中医。我是胡乃文。我是李小坤。耳朵能够让我们听到外界的声音，同时还能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耳道的疾病以及如何维护保养我们的耳朵。胡医师，这个耳朵哈，耳道通常容易犯一些什么样的毛病呢？耳朵里头的毛病很多哎。很多哦。很多。例如耳道里头，耳道分为外耳道、中耳、内耳。哦，这么多。啊、还有呢，耳朵里头还有耳蜗管。嗯。还有呢，耳朵里头耳蜗管在通的有一根神经叫做听神经，这每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问题。都有可能产生疾病。都可能，例如像发炎啦、啊，或者是什么的问题。嗯。好像是外耳道有外耳道发炎的现象，中耳有中耳炎，内耳有内耳炎，耳蜗有耳蜗炎。神经这个叫做听神经，听神经有听神经炎，或者是听神经感染了什么，像是病毒，像前几年有一个叫做肠病毒的感染，那感染了肠病毒又有肠病毒的感染的症状，嗯，各种方面。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好像都是发炎的特别多。大部分，但是也有的呢是那个神经啊，可能有一些神经末梢或者神经坏死，因此呢有听不见的声音，听不见声音的时候，例如说是半聋了之类的现象。还有呢就是神经过度亢奋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就有耳鸣的现象了，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哦，那如果说它是化脓的话，或者是发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化脓大部分都是在中耳、内耳，嗯，或者是外耳道都有可能。那么化脓了的话，多半都是细菌感染啦，或者是病毒感染了之类的。因为你像一旦感染了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就有这种所谓的免疫机制，像是白血球啦，还有这个什么像是免疫球蛋白啦等等等等，就通通聚集到那一个点上面了，然后来跟那个细菌或者病毒抗争，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产生了很多的死掉了的脓细胞啦什么东西，所以就发脓了。发脓这种现象呢，在中医来看啊，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什么呢？叫停耳。停耳。停就是耳朵边加一个这个凉亭的亭，叫停。那个亭呢，就是说流了水了，流了脓了的那个样子，叫停耳。那胡医师，我很好奇啊，就是因为这个耳朵，我觉得它跟外界，它因为它有耳道，它跟外界的接触不是很多，为什么会容易发炎化脓呢？接触的很多啊，怎么会没有接触呢？你看啊，外头就接触了这个外耳道，对不对？里面呢就有叫做耳咽管。耳咽管呢，它是耳朵、鼻子跟口，它通通接在一起。叫做耳咽管。而这个耳咽管假如遇到了某种特殊情况的话，细菌什么东西就很容易进去。例如一件事情，最容易发生就是当人感冒的时候，一旦感冒了，你容易流鼻涕呀、流鼻水呀，你会怎么样擤鼻涕？就这样子用纸这样子。哎，对，哎，很多人就是吭一下子就这样擤，结果呢让这两边的鼻子啊要想一起出来之类的，结果呢这个鼻涕啊、鼻水啊那些东西就很快的通过耳咽管就进到耳朵里头去了。所以擤鼻涕还有正确方法哦。对，擤鼻涕都有方法。擤鼻涕应该是一只鼻孔一只鼻孔的擤。哦。那样子那个鼻涕鼻水才不会冲到耳咽管里头去，以至于造成了内耳炎、中耳炎。所以擤鼻涕不能两个鼻孔一起擤。对，不可以。要一边一边的擤。这是鼻子的就是鼻涕呀、鼻水呀之类在擤鼻涕的时候发生的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游泳。游泳啊，你一到了水里头去，那个水就往里面灌了。有的人就因此而发炎。像我妹妹以前，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读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妹妹大概就是读小学二三年级、三四年级那个时候，每一次她一发炎就是发高烧。而你知道我们以前只要遇到高烧就怎么办呢？就是用冰来，就是用冰块。冰敷、冰敷就让他的烧赶快退下来。那个时代啊，真是又没有冰箱，家里没冰箱，只好怎么样呢？到外头去买冰。那个时候冰一买一大块啊，夏天的时候我带就是我妈妈叫我带跑去买一大块冰，买回来了以后呢
就已经融掉了一大半了，然后来再来敷敷一下子，又要再去买一块冰，不然的话这个冰不够用。嗯，啊，就这样子。那好，这样慢慢慢慢把它的温度降下，然后呢，我们那个时代又不是像现在啊，抗生素啊什么东西那么多，就都不是用那种，而是用冰块来这样子敷出来的。那下次游泳是不是要注意戴个耳塞啊，或者是棉花让水不要进去？也许有点帮助，但是实际上我所理解的啊，嗯，你戴了耳塞啊，那个水进去了还真出不来了，不是更惨？哦，对不对？所以要解决它的关键的是它的治标、治本。嗯，是要怎么样呢？是要让你的耳朵不容易发炎。遇到了那种细菌啊什么东西的时候，很快的就把那个细菌就给排除出去，而不是在那里等着发炎。哦，那要中医要怎么治呢？一定有法宝。当然中医有它的法宝。中医的法宝就是让这个人的身体强壮起来，身体的免疫能力变得正常，变得好，不是变得更强，也不是变得弱，而是变得正常。所谓正常是什么？该反应的时候反应，该不反应的时候不反应。那样子的话呢，它就好。你看啊，像过度反应，我们就叫做过敏。过敏的话呢，哗哗哗又来了，问题又出现了。好，假如说你让它过度低张的话呢，那细菌一下子就长驱直入了。嗯，这都不行。所以呢，我们只有让身体变好。身体变好很简单，就是说让平常哦，这个人的身体呢，就在一种很自然的，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该穿衣服的时候穿衣服，不让感冒，不让这些东西沾染到身上，那不就好吗？所以就是您一再在节目里教我们说的，要顺应四时寒暑。对，一再讲的这件事情。嗯，那假如说真的遇到了这种病情的时候，中医也有办法可以治。哦，中医要怎么治呢？中医它是分症型来治，大部分的停耳啊，就是都是湿热或者是热造成，大部分。嗯啊，但是很少部分的是肾虚造成的。嗯，假如真的是湿热造成的，那我们很简单，就是利湿清热。好，再来就分经络的湿热，例如肝经的虚热、肝经的湿热。那假如说肝经湿热，我就在肝经来利湿清热；假如说是肝经虚热，我就补肝经的虚，然后呢再来清肝经的热。啊，就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治了。不过大部分的停耳跟胆经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常常从少阳胆经来治疗它的这个风与热，结果这个病情也很容易治疗。另外，假如真的是一种所谓的肾虚造成的，那肾虚热，那我们就补肾虚，而且清肾热。另外还有一些个方法可以用的，就是从外头来治。外治的方法呢，我们可以用喷洒一些个药物撒到耳朵里头去，也能治疗。哦，那要撒什么药？我的这个经验哈，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又便宜又好用，冰片、硼砂还有枯矾，就这三个东西，把它研磨成粉，拿一个小小的吹管。吹到这耳朵里头去就好了，哦，这样就可以了，大概一天两天就完全好了。哦，所以您说的这个方法是很简单，如果 有朋友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可以试用这个方法。是的。其实我最近在网络上一本叫做《依山夜话》的书里面啊，有看到您写的一个医案，是，就是说有一个肝癌末期的一个病人呢，他是在大医院宣判已经不能治了，然后到您这来治，可是呢，您给他做了诊断以后，很快就给他治好了。对，嘿，有这么一回事。对，可是呢，没多久以后呢，他的那个亲戚啊来看病的时候呢，就说到，我把它详细的说一下啊，是那个病例是这样的。他来给我看了八九个礼拜之后啊，病情就一下子都完全好了。在医院检查就说好了。可是刚说完好，才过了几天，他的亲戚来看病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他死了。这怎么这么离奇呢？哎，对，
其实我当时把这个病给治好了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我也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么难治的肝癌末期的病人都能够一下子治好。当时我治的时候是这样的啊，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脸色黑暗。以中医的看法叫做那种黑暗呢叫做黑胆，就是一种黄疸哦，比黄疸还深，叫做黑胆。然后呢给他治疗的时候，我就是从肝这一条经络上面来治疗。那么在几次放血以后，颜色就是脸色啊什么东西都改变了，而且呢指数就是肝癌指数也开始渐渐降下。但是刚刚治好没多久，那么他高兴的不得了的就跑来跟我讲，哎呀，那个医生讲了你怎么治好的、啊、怎么，然后呢好，他就说，哎，我想要跟我的老婆小孩呀、啊、出去玩玩，就开了个车子出去、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就车子就给撞了一下，撞死了、那车祸很严重吗？当时据他们的家人跟我讲，说是车祸并不严重，只是轻轻撞了一下。他太太跟小孩子都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没有伤着，是车子都没什么坏。结果他死了。哎，怎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够勉强的解释吧。这个可能是他本来就应该啊、本来就应该在某个时候死了的，只是碰巧了来到我这里，我们用中医的医理可以把它给治好，中医的医术把它治好，是治好了的话呢，假如说他能够在这个时候稍微醒悟一点，就是说他能够消除了所谓佛家的所谓的一种叫做业力的话，那么他这个事情就可能过去了。只是我勉强解释应该是如此。所以他就是可能当时没有理解您的意思，然后没有听懂。大概是吧。对，所以就很可惜啊、就早早的走了。您的这个医案里面我觉得有几点我很有兴趣啊、就是一个肝癌末期的病人居然您可以把他治好了。其实也不能说是我可以把他治好，是他应该可以被治好。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病情刚好符合了在《黄帝内经·疗刺篇》里头所说的一件事情。疗刺篇里头说的是，人啊，假如说摔从高的地方摔到地上了以后呢，那么他的肝里头就会留有很多的恶血，所以恶血就是不好的淤血了、脏的东西在里头。那么只要经过疗刺的方式，在他的另外一侧的那个叫做大敦穴，好，以及然谷穴，在那个地方放血，流出一点恶血出来，也就是说那个地方跟这个肝的互相之间是相通的，把这个肝里头的恶血，不好的血从那边，从大敦穴啦、然谷穴啦，让这个不好的血在那里分流出去了，那么这个病情就好了。依据这个过去的经验啊，我也有好几个病人，像其中有一个病人最有趣的就是，他有一天他在洗澡的时候听到电话铃响，所以他赶紧跑出去接电话。这一跑，因为地上是滑的，所以一下子摔了一跤，刚好也是把这个右边的这个胁，就是这个胁肋这个地方，也就是肝这个区域跌伤了。这一跌伤了，疼痛的不得了。他来看我，可能也不一定有内出血，也不一定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管这个内部内出血，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疼痛，我们就可以治疗。我不管你有没有内出血啊。那么结果他来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在一样的在那个地方放血，大敦啊、然谷啦等等地方放点血。一放了血，他马上这里就松开来了，松开了就好了。为什么这样子一放血他就会松开呢？我也不清楚，我只能够积累淤血的关系，只能勉强这样说。因为古时候的人他也不需要经过 X 光检查，是，但是他只要晓得这一个地方的血跟那个穴道有关系，在那个穴道放了血就好。所以有很多的中医的理论啊，不是用理论来讲的，而是事实如此。
是，而他在那个地方放了血，在那个地方扎了针，他效果就出来了。嗯，所以呢，我一直理解啊，就是中医呢，可能就是去治了本，然后西医有时候是治了标，是不是这样？你这样讲也可以，嗯，但实际上呢，我来看的话是，中医这个也只是治标。治什么标呢？就是把这个标的这个病给治好了。嗯，可是它的本还有就是佛家所说的那个业力呢，那个东西要消掉才是真的治本。所以刚才那一个病例，假如他能够理解到我在平常跟他讲的，我说你这个病情虽然治好哦，你还是要注意，你也许生生世世啊所结的一些个冤，所谓的冤债啊，冤亲啊，冤亲债主之类的东西啊，你应该把它给消掉才对，那也就是业力啊，应该消掉。你假如能够消掉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病情会完全的好。那怎么样才能消呢？那也许就是修炼吧。修炼可以消掉业，这是真正的治本了。佛家都是这样说嘛。哦。在过去的节目中，林医师为我们介绍过治疗下牙痛的小偏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请林医师为我们介绍治疗上牙痛的小偏方。嗯，对，林医师，那治疗上牙痛也有小偏方哈？对，因为哈中医认为说上牙属足阳明哦，还胃是不一样啊。刚刚我们介绍那个是手阳明大肠，是啊。你如果说上牙痛呢，你就要找足阳明，哪一个？足三里这个穴道。哦，在足三里。哎，足三里就是我们的这个膝这个旁边，这个髌骨这个旁边有没有足三里这个穴道？很大概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穴道。是。啊，这个我讲一个，我治疗这个，我本来哈，说实话，因为我本来学生物的，所以对中医这个到底是真的有效，结果每次都效果都出乎我意料之外。哦，你当时也有怀疑他有没有效？因为我不晓得这个到底真，他这么讲到底有效没效？是，所以有一次我去大陆旅游哦，跟一个团嘛，结果晚上到十点的时候，有人就来敲我的房门了，就敲门说：“哎，林医师，林医师。”那个时候我还没职业的，我还那个时候还在那个还在读书吗？哎，他说：“哎，林医师。”他不是叫我林医师，他说：“哎哎哎，林贵啊，你赶快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那个同房的哦，他牙痛痛得很厉害，那现在在大陆哪里去找医生啊？”嗯，半夜啊，不好找。半夜也不好找啊。他说：“听说你会针灸，哎，可以不可以啊？”我说：“我也没把握啊，你知道我不知道哦。”我说：“那好，还好我那次有带针去啊。”嗯，我就说：“好，那好啦。”那你就痛的那个样子，就痛的哇哇叫，你知道牙痛就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嘛。是，所以我就去，我就起先我也搞不清楚什么上牙下牙，我反正也是先给他针合谷，哎，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合谷没有什么效果。嗯，后来我给他针到足三里的时候，哎，他一下子就好了。嗯，哦，后来我自己深入的，当然自己念的比较熟一点了，我就说，哦，原来这牙痛在中医还分上牙下牙，而且他们所属的经络是不同的。啊，结果那个人我都要针完了，他哎马上又不痛了，哎，我自己也觉得很神奇呀。哦，然后我说，哎呀，你第二天还是要去找医生哦。嗯，哎，我就想说你今天晚上没办法找医生，我先帮你忙。哎，结果既然有效，我就想哈，你明天自己找医生。结果没有，一直到回来也没有再去找医生过。哦，所以从这两个案例看起来啊，您刚才说上一集您说的治疗下牙痛也是可以不用看医生，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呢，治疗上牙痛也是可以不用看医生？不是不用看，就是经过我们针灸治疗，它就达到疗效了。对对对，就用针灸，就不是说再去特殊说去找西医再处理。对，我就说我还很担心，我说哎，你明天自己要去找医生哦，你明天自己去找牙医哦。我可不晓得这个止痛有多久啊。嗯，结果他一直到回国回台湾也没有找医生啊。哦，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在学行医久了，我就说，哎呀，这个中医啊实在是宝。嗯，他把它分得那么清楚，上牙痛，它是属于胃火，胃的火它是引起这个经络
不通，然后它就上牙痛。是啊，如果你是大肠火，它是引起下牙痛。嗯，所以两个，所以效果我每次都是，像以前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两个都针，到后来我就看你是下牙痛，下牙痛，上下就分出来了。啊，分了上下，然后不用两个穴道都针。对，所以哈，我们中医其实都是治病，其实都是有求本。是对呀、啊，因为呢，对呀、啊，你足阳明，你是胃嘛，那你这个是肯定是胃火嘛，嗯，啊，胃火你就从胃处理嘛，嗯，哎，那手阳明是大肠火、啊，不一样，所以痛的部位是不一样。哦，嗯，所以它是不同的原因引起的火，嗯，所以它痛的部位是不同的，所以它积的经络也不同啊，嗯，积在足阳明，积在手阳明，嗯，他们是属一个肠一个胃嘛。所以要记得，你如果是上牙痛，你可以按压你的足三里，让你可以缓解。是，那你明天再去找牙医吧，因为你没针灸嘛。啊，如果用针灸的话就可以治疗。治疗嘿，它有治疗效果，治疗个几次应该是没问题。当然你生活习惯要改哦。哦，还是您说的那个那个阴还是要去掉。对对对。通常引起上火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因为是因为这肠胃它消化不良嘛。他可能各种原因、啊、太累啦，暴饮暴食啦、啊嗯、没有因是没有果的、哦、暴饮暴食，然后生活这些不正常、哎、可能睡眠也不足啊，对对，都会引起牙齿痛、哎、上火引起牙齿痛。对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就要把这些因拿掉、哎、然后再来治这个病情，那很快，这样才会快。嗯，如果边治疗但是因不去的时候呢，还是没有效。你像你累了半死，你又不睡觉，嗯、那这牙齿好得了吗？我相信好不了。你很累嘛，你工作很忙嘛，给你针半天你也没有什么功效。是、嗯、所以这个中医看病还是要讲究它的一个因和果的原因。对对，所以哈，我们觉得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一套实在是真的很宝贝，而且它是一种经验的承传、嗯、是它一种神传文化，是，所以它确实是发挥到最大的功效。是，所以您从医这么多年，所以您对中医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盛传文化。对、嗯、然后它对我们是确实可以达到很好的疗效。可以达到很好的疗效。对。嗯，那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除了它的疗效以外，我们平常的保健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对，就是我们说过的人、哦嗯、其实我们人身体是一个很微妙的构造。是，他都想办法要自己把他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嗯，你给我弄进来不好的东西，我想办法。例如说，你有灰尘进来，他会咳嗽啊，会打喷嚏把它喷出去嘛。是，哎，它还是一种保护作用啊。嗯，不能说打个喷嚏就要去吃药啦，对不对？不用那么紧张。对呀、啊，哎，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身体他自己会有防疫力量，嗯、你就静静的休息，配合他吧。哦，了解。所以呢，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作息要正常，饮食正常，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其实是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之下，我们人就不容易生病了。对，是这样子啊、哦。对，你的观念越来越正确。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